关系，那我后面再想办法嘛，我想办法弄那两只猫，让它没办法跟我生活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结果后来呢，都是它弄我，然后那两只猫呢，可以在我们家里面捉迷藏干嘛？然后可以把那个衣橱打开，把我那个领带，我的领带刚好是挂在衣橱的背面，它可以一条一条把它抓出来，湿的哦，全部抽湿。有一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呢，下班回来的时候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地上大概有十来条领带都在那边，全毁，全毁。这样子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吗？对啊，还要，还要，所以我就那。我的气喘，所以就容忍那两只猫。哎，有气喘有发作吗？不是，问你那两只猫呢？两只猫后来就生了四只猫了，哇，就变六只了。然后买了一对猫，对，然后我也没养过，我不知道小动物这么短，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，不到一岁就怀孕了，就生了四只。对，那一天是4月8号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好气哦！就这只生的吗？不是不是，他是爸爸妈妈，他是第一胎，第一胎的四只之一。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？因为呢，我们就想要去做结扎，就医生说要等他呢，这个然后做完月子是吧？不是，还是怎样才能？第一胎生完了嘛，那我都没有养过，那些医生就教我说要帮他做月子嘛。对，那我就帮他做了月子，做完月子那可以去结扎啦。我要带他去结扎，医生说他又怀孕了。8月4号生第二胎。所以同一年我多了8只猫，我就变成10只，就养到现在了。哇！这同一年哦，4月8号生第一胎，8月4号生第二胎。就要跟你现在在你们家这样排行，到底算第几？落13，10只猫，那怎么有13？老大是他嘛？对。然后下面有10只猫嘛？对。还有只鸟。我虽然是大雕，但是还排在小鸟的后面。你看不超过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排行？你怎么看这个排行？啊，就不十三少听起来，哎，你家的排行老几号吧？我是京城13少，有没有听过？对，感觉上应该很有地位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们家呢，他就是照顾10只猫，1只鸟才是我。我随便举个例子，养就好了。哎，你给我点面子嘛！从刚刚这样子，对，头也砸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知道吃晚餐哦。吃晚餐，他一定是从我们家呢猫开始照顾。我都还可以背得出顺序啊。第一只叫 Summer 一定来打开，他就让 Summer 就跑到厨房去，然后他就给他呢，哎什么罐头啦，什么吃。Summer 吃完之后呢，他就先回去。第二次是开门是两只一起出来，一叫贝尔，一叫 King。那对兄弟呢就出来了，再继续吃他弄了第二个。然后呢，吃完之后呢，他们又回去之后呢。出来小花花吃完之后呢，胎哥来吃，吃完之后呢，全部都吃完了。好了，我想应该轮到我了吧？剩下的给你吃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剩下还有鸟。给我吃的那个是另外一种猫布丁。有一次他出国啊，去买猫布丁回来，给买玩具买什么猫布丁回来，猫不吃，他说：“宝哥你吃。”因为很贵，我从欧洲带的，好贵哦，那时候台湾都还没有。我们也给了。对啊，但是我说猫不吃你。你为什么给我吃？他说因为你太胖了。我说这跟我太胖有什么关系？他说因为猫食多半都很健康哦。低糖，哎，无糖无钠，所以说很适合减肥的人。我跟你讲，真难吃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像养10只猫，一个月要多少钱？一个月啊？他不会算。应该连用人应该也要4万块以上吧？哇！你看我给你一个人啊，用人要照顾啊，对，一个人对。可是我觉得最贵的不是这个，其实我觉得养小动物的人一定要有一个概念，就是你要衡量你的经济能力，因为它不会一直都这么健康，对，它会生病，生病的时候需要急救的时候，那个费用是天价。对，有遇过吗？嗯。遇过啊。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急救多少钱？2个礼拜应该花了10几万吧。哇，我怎么照顾一只猫？因为没有健保。没有健保。没有健保。其实宠物的费用尤其是医疗费很贵，又没保险。对，那给我最心痛的了。我当然心痛的不是钱啊，急救啊，说溜嘴，你知道吗？送去，然后那个医生说呢，他那时候得的是什么肾还是什么？对，要需要开刀，那个开刀呢，开刀那个费用就要6万多块钱。
哇，六万多块钱之后，但还要住院，住院之后呢，还要什么每一天要去干嘛？而且我们还要每天送他去耶，对，你知道吗？同样的，我看到有人送过去的，他根本听到啊，开到六万哦，他妈啊，我去领钱，那个人去就没有再回来，就把宠物留在医院里，我们亲眼看，我们亲眼看见，他去他说啊，那我去领钱这样。所以说就弃养了，就弃养了。啊，不是有晶片可以找到它？现在不是都有植晶片的？猫咪的规定没有，对，猫咪没有晶片啊。对，有些它没有植晶片啊，所以你并找不到主人的。所以啊，那个费用是非常惊人的。所以一定要想到这个部分，然后量力而为。就是养之前不要想说，哦，我可以养六只、八只。嗯。No， 其实我觉得养两只就很。没有养两只，也要知道猫是会怀孕的，而且让它们一直住在一起。对，真的。对不对？本来是两只就还好，后来通通结扎，对不对？对。一定要吓死，要不然这样繁衍下去还得了？而且你知道吗？打预防针，一只300，十只就3000呢。一只不是300，你是哪边300？没有，我是举例。这是我骗你的。一支多少？不止，好像不止啊。应该也都要上千吧。多少？我而且我不能讲，因为那个医生有跟我打折，而且不是带去医院，我是请医生出诊到我家来打。那正常价钱一支是这样打的吗？嗯，700块要吧。那你实际就7000。嗯，哇，对，你 A 了我不少钱呢。呀，那你有抱过他的猫吗？抱过你们家的猫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花那么多钱赚那么多，为了养他们，我叫他们，他们不理我。真的假的？叫叫看嘛，好不好？男主人哎，哎，小爸爸，你远一点，你放远一点，让他看他，再远一点，看他要不要过去找你。哦，甩他，哎，我看都不看他，看他会不会去找他。哎，小爸爸来。他连看都不看呢，甩都不甩。小爸爸放到地上会找他，连看都不看呢。那种猫，那个为什么要他们去，要刘俊要去闻每一只猫的屁股呢？因为我觉得他还可以闻到他们的屁股是一种幸福，因为他们有一天会不在了。每只猫的味道会不太一样吗？还是一样？都不一样。闻猫屁股是一种幸福，你就跟人家讲一讲。都不一样。不是啦，他为什么要我闻？你知道吗？他说，因为猫如果不健康，它会有一种味道。那如果呢，健康的时候呢，那味道又不一样。他尤其，我就觉得他可能有点病态。他说我特别喜欢闻那个 Summer 的屁股哦，酸酸的，然后臭臭的，就像那种酸臭味道，闻起来好可爱哦。哇，可怕哦，老公。哎，我不知道哎，君耀在外面其实是很叱咤风云，对啊。没想到在猫跟女人面前完全没地位。是，看不出来哎，不要抓住了啦。啊，那你要收留我吗？